要是吃萝卜的季节，做一个青萝卜丸子真的比酥肉都好吃。青萝卜和胡萝卜都切丝，开水焯烫30秒，捞出几干水分切碎，加鸡蛋、葱花、盐、鸡精、十三香、生抽、面粉，搅拌成糊状，油温捂成热下丸子，小火慢炸至金黄捞出， Q 弹酥脆，真的比肉都好吃。